我去，这警察竟然把自己给笑死了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嘴，今天我们来玩躲猫猫。游戏规则十分的简单，我们会变成这个场景里的任意一样东西，然后在30秒的时间内将自己隐藏在这个地图中。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被发现并被击杀，就算游戏失败，反之则为胜利。管你听没听懂，看就完了。我们现在是一个花坛，虽然有点大，但是它合理吗？哎，很合理。看，这里就有一个真花坛，我们直接躲在门后面，和真花坛形成一个对称，完美。Nice。哎，已经有人经过我们了，但是他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小的身上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。这边又来了一个人。哎，往我们这边看了一下，没有丝毫怀疑，直接走了，完全不虚嘛。哎，等等，那上面是什么？我去，一个灭火器爬到那么高的地方，这完全不会有人能注意到的好吗？现在警察们都在下面搜查，我们还算是比较安全的。等等，那个天上的是什么玩意儿？ CS 祖传空气墙，虽然被发现打了两枪，但是跳到这里面来就安全了呀。天上竟然下起了燃烧瓶，看一下我们还算安全的。哟，这个灭火器还没被发现呢。你好骚啊。现在我们周围来了好几个人，不过好像都没有发现我。哎，这个小姐姐踩到陷阱了，被烧了一下。哇，这个木盖是怎么赶的呀，竟然没被发现。我们跟过去看看，还是被发现了。我去，这警察竟然把自己给笑死了。一个字，绝。现在还有最后10几秒了，我们也叫起来了。这个人一直在我旁边丢燃烧弹，不过他肯定也想不到我是躲在门后的花坛吧。时间到，游戏胜利。那么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